你是什么？你跳！好，接着来，来，我来补一场。他妈的，有点跳上来闪点。修武先打，修武先打。就我放了眼炮，就射他满脸，浪费我的感情，可恶！哦，这个真的很厉害。换一边打吗？清掉了。感觉最近 ADD 的频率蛮高的。上次信誓旦旦说不用清，结果马上弹飞就是对的。对。DH 哪一招要先放掉啊？眼炮啊？不是啦，我是说等一下防止控场的、无敌，无敌，然后定的。DH 没有的啊。2, 1, 不用不用不用，时长而已。直至敲鼓，给他拼啦！好哦，他那个闪被控，打死他！快点，用力治疗！啊，用力！不补他，不补他，快点！跳桥。哎、欸，干了，找工作了，大哥。是没事没事，只是时辰而已，真的压力很小，你知道吗？喂，哦，那你换这个不就结束了？啊？什么？你跟我讲？那你刚刚还说你要换这一只？没有，我换圣骑是，我用圣骑补的话，是因为那个什么，都是进账。我圣骑如果要滴滴是没办法接近，是我会完完全全没办法滴滴，而且圣骑是越近治疗越高，就是他的精通，他的精通是离了补的目标，如果越近啊，那个治疗量会越高啊。比哥啊，你要打，
你要打快一点，你一直不闪招。格普在那个吧？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才讲。你好坏。而不是啊，要打快你也闪一下招啊你。你看他都一直跟那个谁，跟芝兰一直互撞，你们两个一直一交一交的互撞，他那母汤啊。说其实是补起来真的没什么压力啊，老实说，如果用牧师补的话，牧师自从换了视频就很摇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你换哪一个？我两个那个同本制品啊，延迟哦，延迟那个什么延迟审判哦，延缓跟那个什么二王那个鱼那一个啊，延缓好用吗？我跟你讲，延缓他妈超好用，为什么啊 ？Four， 我都以为他没有用，所以我就都没有要用他、欸。不是啊，我看不到断后啊，断后被戏啊。断后嘞！对呀，你先不用管。因为他是你移动的时候唯一一个能够治疗的，就是持续治疗的那个手段，你知道吗？快！哎呦呀，干痛翻了！移动的时候可以治疗？对啊。你不知道那个视频啊、哦？对啊，视频。等等，我再看看。妈的，我以为他是个废物哎、欸。刚好他是现在团本，他是跟二王一样，就是现在团本跟大米专用捕食专用，是每一个捕都一定要用的。这两个哦，妈的，比那个什么章鱼还强，因为章鱼你只能打底子 ，PD。我以为他是废物，我把他拆了、欸。哦，那开心，开心。没有没有，他真的很强。我想说什么？对对。我想说延缓治疗，每三秒延缓治疗，好像就是感觉想要就是类似恢复一样，就是慢慢那种感觉。我就想说这个没什么鸟用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真的很强，因为。他一口气是他比治疗那个恢复还好一点点，是他会每秒回三个人，他一跳就是三个，然后你不动的时候他会叠到你，就是叠到你动为止，所以你在动之前他的那个什么，他的那个程度会一直叠一直叠，然后你一动一爆出来的那个伤害就很多。不，一爆出来的那个治疗就很。可是你说，如果大家都满血，当然，就是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只要不动的话，他就会一直补，一直补，一直补。没有，他会一直叠，他会一直叠。他补的，他治疗条件是你移动，你移动他就会治疗，然后每三秒他就会跳一次，因为他是每三秒一层，他是层数，他就是叠层数，然后每三秒一层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讲了，我现在心肝脾肺肾都在痛，我好难过。你要先确定你有打到哪一个？我之前有，啊，因为我想说可以去 BD， 等还要把你可以去那个啊，暴雪那个，请他回复啊，那个回溯回溯啊，对啊，我记得回溯那个他记录很久，还蛮久的，虽然我的圣骑没有用。我们已经，我已经，我们工会团已经多久没？我是当初工会团的时候达到的呢，已经很久了呢。他那个记录很久了，还标 A 啊干，那边有血，他妈叫人打。真的啊！退！哦，我被动法了。然后有人被炸死了，我是被三个阵地叠死的。
完蛋，怎么打？打不到啊！咦、欸，走开走开，干干没戏。看来只能我打了。嘿，为什么看到有人拉另外一个呢？哇，比哥卖脑啊，比哥！放弃啊，先把修武打掉，先把修武打掉。好，我放了，我放。这个有嗨，芝芝，快救我！芝芝，芝芝开招！我补你，快点，芝芝有你，我补你，我补你。放心。哎呀，老公，有了。嗯？要怪不怪？等下再吃一下。放心，其实我觉得可以。放心。放好嚣张啊！愚蠢。放心。放心。放心。哇，那个吃不掉、哦。一次只能消一层啊！我已经吃了啊。哦。我想说，我刚吸了他一发就。啊！放心。其实这种饰品啊，跟那个什么很多技能，应该说很多像那种辅助，看起来是辅助特质的这些技能，占比真的都不高。可是你不要看它占比很低，它只要有3%，就很高了。因为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技能占比太高，而不是它的占比太低。其实你如果真的要看的话，你不是看它占比的，是看总，就是总共的。你是说补量补到最后一场下来的总共？对对对对对的总共占比，然后而且再加上它搬，就是你在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时候压力很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看，就是因为我右手边都会跳那个治疗，就是有什么治疗，哎、欸，你不用去那个、哦，不用烧，应该不用烧，不用啊，不用烧，不用烧。那个到底是谁他妈一直炸我？哦，你刚刚那一下应该是段浩，不过平常应该都是彼得。就是平，因为我右手边有那个什么治疗的，就是会显示说，显示就是有什么治疗在。啊，我有时候没事我就会去瞄，应该说因为他就在我旁边。我调得很近，所以我知道说有什么技能在补血啊，然后我就会看那个有效治疗。其实这个有效治疗真的很恐怖，我是觉得真的很恐怖，很可观啊！就是在有时候我没办法补血的时候，他却帮我们补血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打打打，打爆他，我再把他打回来。好，这次没有在里面打了。
我进去吧。通常会害死人的都不是小怪，都是那个阵地。真的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会害死人都是阵地，不是小怪。哦。那个龙血太夸张了。所以这礼拜很少，你如果看野团的话，真的很少的可以打加一。真的很少，还是有，只是真的很少，打不起来啊，真的会打不起来。还是有打法的啦，老实说，只是太麻烦。啥？盾墙包？这个视角真的太棒了，还关门了。哎呀，看你要怎么在里面唱。
又是哥布林。妈的，我是跟哥布林有什么仇啊？每次变身都要给我变哥布林。小黑大王，先补到吗？悠悠，你看我不会再补一段，没有的话就是补不到。不到我就会放生你了。嘿嘿。在我那一边啊。他不要跳我这啊，我这前面一排的那个龙甲。4, 3, 2, 1而且神木有个好处，这个炎晃释放的时候，光明那个回响会一起触发，就是精通会点。所以是一个双重 hurt 的概念。你不要再讲了，有人今天讲哭了。金币啊！啊？没关系啦，慢慢再打回来的。那是几王的视频？二王？没有。没有，他二王是那个六王。二王是我说很漂亮。六王。单拿六王，对不对？又不是八王，都不想动，快喷我，喷死我吧，喷死我吧！啊，我炎黄有4.5%耶。跟种子差不多，种子4.8%，那个草才4.1%而已，草都没他多。而且我的草是4.5%，然后炎黄是4.0%。不要哭哭。看到王源出去了。嗯。我刚看到他被震开，然后就不用讲。复活罩吧。你在？可以可以。上了啦。下去。
four, three, two, one. 准备离开吗？不用，下一次再开就好。放心。Three, two, one. 3, 2, 1. 3, 2, 1. 贝贝，下一个给你盾宝，输了。Three, two, one. 太快了！你们来晚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他们是什么人不重要，我们迫切需要帮忙，绝对不能让他们。我会退到一边了。你不是应该先拉到尾巴，然后再慢慢往那个往那边？没有，我这样专注。哦。上上上，冲啊！快点翻译！放心。放心。打完这个要睡觉啊。可以啦，加二呢，还在自由哩。又是自由。讲，好，这局就先到这吧。我们这局好像打好几场自由。